释迦佛也讲了一段例子啊，我觉得对大家可能有帮助。这个弟子问释迦佛呢，说佛在世时，恶性比丘由佛调伏，就是犯了这个错误的比丘，佛能教育帮助他改正。那佛入灭后，恶性比丘由谁调伏？佛讲了一句话：恭敬远离。为什么恭敬远离？恭敬他的佛性，远离他的恶习。为什么呀？当我们没有能力这个自控的时间，不要被恶习所沾染了啊，我们恭敬远离就行了，也不要说他。这样也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一个方法。你恭敬远离就完了啊，真的是这样，一定要恭敬远离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换台，不接受低频段的波动。比如很多高人，别人来骂他，他根本不与之对骂。就是你骂我的声音，我绝对不骂你。啊，就像我经常在讲的话，一个疯狗来咬你的时间，难道你要把疯狗咬一口吗？你决定是不会对掐的，决定不会对骂的，因为以暴制暴不能化解这个冤仇，决定不能化解。所以我们古人在讲的话，以柔克刚，四两拨千斤啊，都是用的这种智慧的方法去做的。要，他根本不与之对骂，也无需忍受。他连忍受都不需要，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话，你不要忍啊，忍无可忍就爆发了。你要容，很正常。你反过来修行就讲，他骂我为什么呀？他骂我替我消业呢。你看，你这种心态转一下，再他为什么骂你啊？是不是？他骂你因为不了解你啊。你要真做着错事，他骂你，提醒你改正了；你要没做那错事，他骂你是提醒你不要犯错。你看，你在他的这个言语里面，我们吸取正能量就完了。就是高人他可以直接调节自己的内心频段，别人骂别人的时间，他笑他的，不和人家产生什么呀？共振，生活依然美好。我们讲的众口难调嘛。对呀，众口是难调的，我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调整我自己就做好就行了，我问心无愧就可以了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就是啊，一定要直接调节自己的内心频段，别人骂别人的时间，他笑他的，不和人家共振，生活依然很美好。就调整了，不受这个害，也不受这个波段的影响，这就叫修行。修行就要达到这种现象啊！要不我经常在讲，发火的人克金呢，你脾气一大，自己把自己金克了，严重了把太太、把丈夫金也克了，甚至把祖先的金、父母的金，连子孙的命中的这种金山呀，都被你磕掉变成水了，所以你就会穷苦潦倒啊！我不发就行了嘛。这也就是佛家所谓的外境随心而转，就是外境要随我心就转了。就是我告诉大家的，你看很多人的办公室风水并不好，他的心态很好以后，周边环境自然变了啊，这个很有意思的。我遇个朋友办公室就不好，我说你改一改，我说你看你外面这个烟筒啊，对你这么不好。谁知道人家自然改完以后，这个烟筒啊，其实不用了。他巧得很，人家怎么能不用了呢？他想不通。我还同样遇到一个领导，我去他办公室，他这个窗户边也是一个铁的烟筒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我说你要受牢狱之灾呢。我说你要控制自己的心情，就能避开。最后被纪委一下叫去了四五次，哎，人家都说他倒霉抓去了，他就记了我那一句话，竟然叫去四五次配合讲话呢，哎，人家放回来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那你要按一般人的话，这个内心世界要是纪委一叫，哎呀，我就害怕了，我要是真做那个坏事了，那肯定就被克了。那他没有，他也确实被叫去了，可是呢，真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没了。
就用这种方法，你我心不动，我能转换频率，直接不被其害。啊，这种方式啊和方法都是非常多的，啊，所以人们告知你，我先要满足条件，去做那些快乐的事才能快乐。这一点上他们错了，真理是相反的，你先快乐，就会去做那些快乐的事。可以是任何事，你看这段话是一段真理啊，讲得非常好。人告诉你什么呀？先要满足条件去做那些快乐的事，你才能快乐，这是错误的。就是我为什么要快乐？我要做一些快乐的事情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那怎么样才能快乐呢？啊，就是真理是相反的，你先快乐，就会去做那些快乐的事，可以是任何事情。那这个原点也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就是你快不快乐啊？就像我经常在讲的话，我们靠什么游戏机，靠上网聊天，我们去游乐场，你看一刺激哈哈两声下来又不快乐了。你的内心要是要快乐的话，你做什么事都快乐，这个很关键啊！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要不很多人告诉你，你要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啊，你就快乐了。实际这是外求，外求是很痛苦的，因为它的物质的痛苦与否会影响你。那我要是内心世界快乐呢，不会受外在的事情影响，就是你外面所有事情对我来讲不起任何作用。你看现在人交往人一样，他有钱了我交往，他是领导我交往，他能帮助我交往，痛苦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有这个心态。所以你看，我从学习圣贤教诲以后，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特点，你是和我交往了，我就和你交往；你和我不交往了，你什么时间需要我和你交往，我照样和你交往。我不会因为你的穷富或者你几年不来，我和你不交往了，因为我就是我啊，我就是我。真的是这样，不会因为你做了某一件事情，你发财了或者当官了，你没发财没当官，而影响我与你交往，是不受这种身份的，所以我就不受这种约束啊。要不我有很多老朋友啊，我们来往的频率都比较高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觉得，哎呦，说我都多少年跟你不来往，你对我还是这样。我说那你想让我对你怎么样？是对你凶狠一点，没必要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面，对所有的人，我对你首先是无求，那你来也好不来也好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来了无非我多说你两句，你不来少说你两句，就这么大的事儿，啊，实际没有任何影响的。就是你要从你的内心世界保持一种什么呀，平和心态。要不很多人说，秦老师你怎么跟谁都能聊啊？我说原因是我生活在我的世界里面，现在很多人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面。你看妻子跟老公生气呢，气得自己要死，因为我跟我老公生气把我气得要死。你在生活在你老公的世界里面，没有在你的世界，你误以认为在你的世界你跟他生气反而把自己气得要死，那就没必要了啊。你要生活在你的世界里面，所有人都是围着你转，你决定有主导权的。可是现在很多人是生活在什么呀，别人的言语里面，别人的夸赞里面啊。甚至我遇到的明星跟我说，秦老师你看我今天有变化吗？我说没变化呀。说你再看看。我说我看不出来。你看我这衣服。我说衣服怎么了？名牌。我说你代言的呀？他不是。那别人给你送的？也不是。我说你就是你嘛，你怎么把你变到衣服上面去了？你可悲不可悲呀？你让我看半天，我是看你人没看你衣服，你怎么误以认为把衣服变成是你了？这就错了啊。我遇到很多明星都是，你看我这是名牌，我这上万的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那个胳膊呀，给你1000万你也不舍得砍掉，一个破衣服嘛，你美啥呀？是不是？你误以认为把衣服变成了你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种虚荣心理。什么我要背 LV 包啊，哎呀，我要穿名牌啊，
哎，我要打扮得漂亮啊！你要真漂亮，不用打扮也漂亮。你不漂亮，你打扮也没用，真的是没用。你以为你化化妆就把你变了？你还是你，真的你还是你。然后这是假象，你认为你变了。你看很多人去美容，去韩国美容，去动手术。你看我看到新闻报道，很多人是这个美容失败以后比过去还丑。然后这个可怕得很，这也是受报的。我经常在讲，你把你的面部啊，一动手术以后，你的五官的肠脓波就已经破坏掉了，啊，肯定是破坏掉了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，啊，有些人破坏了，倒霉得快，为什么呀？他借不了祖福，借不了家庭的福。有的人做完以后为什么不倒霉呢？原因他是借了祖福了，我们讲的祖宗的福，啊，他自己并没福，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你先快乐了，就会去做那些快乐的事，可以是任何事情，必须是你要快乐，你不快乐可能不行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当自己的命运主宰，风水的主宰，人生的主宰。你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上风上水了，非常容易的事情啊。那由内部向外部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刚才讲到由外部向内部的影响，就是外在的东西会影响我们，什么官位呀、发财了、赔钱了、交的恶友、善友，哎，这是外部影响我们。那我们内部向外的影响，这是最高明的。啊，外部能把你影响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奴隶命啊，真是奴隶命，可怜命啊。很多20%的人掌握了80%的财富，就是由内向外影响的。啊，真是由内向外影响的，他会指挥员工、指挥部门经理，你照着我的思维去做，他发财了。啊，那要是80%的人只掌握了20%的财富的原因是什么呀？就是被外界所影响了。你看，老板给你说啥你干啥，你就这点能力，你当不了老板。然后你只能服从，只能听令，就是这样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。那由内部向外部影响呢？第一呢，内部的震动可以吸引外部的震动。实际这就是我用的方法，把大家的什么性格呀、疾病啊，我能吸引过来，我就知道你会受什么样的事情啊。那我为什么能知道呢？因为你受外部影响，我的频率比你强。啊，我知道你受谁影响了，逆境或者顺境，或者是你的丈夫，或者是你的太太，或者是你的孩子，你的思想、你的场能里面就表现出来了，完全是能表现出来的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啊，内部的震动可以吸引外部的震动，并加强内部振幅。郁闷的时候看什么都郁闷，开心的时候看天空都很蓝，失恋的时候是越来越痛苦，越来越失落。啊，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。从风水能量场的角度说，我们心里持续发射负能量波的时候，将吸引更多的外界负能量波与我们共振。那这个就明白了，为什么很多人倒霉？你看那个倒霉那种程度啊，那真的是，你看什么遇到企业倒霉、家庭出问题、又出车祸，我遇到很多人跟我诉说他家倒霉的时间，那你就听吧，那简直是倒霉如山倒一样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老天这为什么对我不公平？不是老天爷，是你自己对自己不公平，是你产生的问题，真的是这样。你没发觉，越是没钱的人越爱花钱，越出事儿还存不下钱，越有钱的人还花不出去，送礼都送不出去。就是一个进入了恶性的循环圈，一个进入了良性的循环圈。所以，从风水的能量场的角度说，我们心里持续发射负能量波的时候，将
吸引更多的外界负能量波和我们产生共振，从而加剧我们的运气流失。就是运气流失，就是你的运气，好的运气全部会流失。如果不打断这个循环，将形成什么呀？螺旋效应。这就是我们的因果。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话，咱们别说我们个人了，我们说一个朝代，清朝。清朝我们都知道将近300年，我们有没有注意清朝的开始和收尾戏剧性的一个因果循环？大家有没有注意？清朝入关的时间是孤儿寡母进来的，我们都知道顺帝帝这个走得比较早，就是个寡妇带个孩子，小孩子当皇帝了，竟然把中国的这个朝代统理的这么强大。那清朝最后灭掉以后走的时间呢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如同孤儿寡母加了个包走了？大家有没有注意这200多年就是一个因果循环，太奇异了。最后你看清朝没有正统的皇帝了，过去都是皇帝生个儿子什么当太子，最后干什么呀？都选到侄子那一段去了，没有人了嘛。那最后的结局呢，就是慈禧太后嘛，我们看到的。那朝代完了以后，如同也是寡妇嘛，你看慈禧太后寡妇嘛，丈夫死了嘛，那她的收尾是什么呀？如同是，哎，还是孤儿寡母加个皮包走了，这个朝代结束了。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290多年就如同一个是个循环一样。可是清朝入关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注意也是孤儿寡母，也是寡妇带了个小孩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可是收尾的时间也是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走了。哎，那大家在这个环境中有没有注意，这是因果，这个因果在这200多年里面循环了，它的开场白和收尾是一样的。我们把清朝的历史，你把它开头一看，结尾一看，你一看，人在不断的循环呀。实际如果不打断这个循环呢，周朝之所以能打断循环，我是看到周文王的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啊。我觉得这周朝为什么能延续800多年？你看，周朝我们首先看到周文王李请姜子牙。那真的是拉着姜子牙这个800多步嘛，所以他忘了800多年。那其中还有个例子呢，周文王在修建城池的时间，士兵在挖城墙修城池，挖出了一堆白骨。你要咱们现在很多啊开发商啊，大家都不知道阴性的能量，我遇到过啊，在我们当地陕西那个地方有一个区盖房子的老板，一年啊死伤的工人10几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乱迁人家墓地，在迁墓地的过程中把人家这个尸骨乱扔，没有收拾。可是呢，我们当地还有一个首富，这个人就非常特别，也在盖房子，盖房子过程中只要遇到墓地，还会找当地的风水先生，按正规的这种仪式把人家骨头全部捡起来，装到一个小的小棺材里面，找一个地方给人家全部共同的迁移，给人家安葬。哎，人家房子就卖得很快。哎呀，别人盖房子都卖不出去，都跑路呢，资金断裂呢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他5年里面就挣20个亿，同频共振，是这样导致的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打断这种恶的循环，不然的话将形成什么呀？螺旋效应，就是。恶的循环你这个打不开。要不我劝很多人，我说你念佛呀念经啊，为什么呀？用这种方法去打开我们这个恶的循环，这种方法最好，也不需要花钱，你也不需要找一个大师，你给我化解化解，他给你让你花几十万，我告诉你真能打开，他先给自己打开，那肯定没啥用的啊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听成是故事，循环就需要用正能量把它给消除掉，把它要打开。你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是所谓的什么呀？命运的枷锁，你一定是受命运的枷锁把你约束的，你出不来，你肯定是出不来的。你这就是我们讲的怪圈，就像我说清朝一样，你看入关的时间是不是
孤儿把寡母走的时间等于孤儿寡母抱了个皮包走了，就是这样，200多年都是因果循环呀，这个因果循环不空的，啊，真的是因果循环它是不空的。那这个效应基本等同于什么呀？吸引力法则，这就是吸引力。你今天你是吸引什么样的东西？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我也是在这些例子里面，我相信肯定是有鬼，鬼界里面肯定是有它的阴性的场能。一半一个人要是，哎，伤害了人家，就像印光大师讲的，他想提倡让大家不烧纸了，最后一讲不能说，为什么呀？一说呢，怕众鬼攻击他。他最后就讲了，烧纸不是佛教所提倡的，可是是民间义，你可以做。你想烧与否你自己可以决定，他就不提倡让大家不要再烧纸啊。我们就知道印光大师专门在那一段啊，我还看了那一段，哎呀，我看印光大师讲的非常到位，哎，所以我也就是因为那一段启发我给大家讲祭祖的方法，我记好像讲的还不少呢。那按这个理论就讲的话，我们和祖先同频共振啊，所以这个效应基本等同于吸引力法则，我们心里想法正在吸引同样的事件来。其实外国火热的吸引力法则的根源还是共振法则，就是国外它的这个火热的吸引力法则，这个源头实际还是共振法则。